今天有游戏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第一是投胎为禽牛正威，释放洗脑魔音，借机吞噬同类，直接得罪了导师庄妮J，被一掌拍扁成嫩牛五方，沦为盘中餐。第二是化身周冬雨，埋伏了宋仲基一手，野蛮生吞，进化为凶兽彭于晏。臭明星宋又被冒犯到，哎呦我的妈！你这历史还这辈子接不完了。哎，下面这个评论，当国产游戏都成为笑话时，山海经站了出来，成为了真正的笑话。看你是山海经有担当，说实话我还挺喜欢看这东西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老婆你怀孕了，我看一下啊。可以吗？猜不测，孩子都疯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还算来得及，我们来个下一个。小炮糖都大鼻香了，这第一块就掉水里了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教练平常踢什么位置？你说踢后卫，偶尔踢门将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顶住在高欢，万寿汉为顶住的信念。为什么掉了那么久，他还是瘦不下来呢？哎呦我的妈！还得是网友眼睛尖呢，我们来个下一个。见到全新的世界，黑影睫毛悄悄，桀骜不驯的调调。见到全新的世界。陈大爷也是出息了，那个善意拍视频。陈老 baby， 这是草原的雄鹰，留不住你了吗？现在都开始过日子了，都是你来真的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以后不许远嫁，行不行？行。嫁得越近越好，行不行？行。以后嫁一个厨师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给爸爸妈妈做点好吃的，行不行？行。哎呀！黄毛说：“岳父，我刚吵完才下班。”哎呦我的妈！压力瞬间给到了黄毛。我们来看下一个，坐，坐，你坐下吧，你坐下吧。啊，对的，给他两巴掌，也算是抗日了。说的一点没毛病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，我是电话。幺三，全是爸爸，这属实是过分的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课堂上那个爱吃零食的女孩，哎呦我去！二婶子吃东西还不忘指挥交通，哎呦我的妈！都是些人才呀！我们来个下一个。阿姨说：“孩子空吗？不空，阿姨躺进去。不喜欢阿姨也卷进去。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中国有嘻哈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挺猛的，早八上英语课，别人都在英语书，而我在什么？刘刘妹。
同学说什么课，我说净含量105克。哎呦我的妈，还得说网友来评论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哎西巴布拉多，他这个陪嫁的话平常我们还是很少见的，这应该是我们县城最豪的婚礼了吧。烤了那一堵番茄免费小刺猬。我以前的对着姐姐回家去。你姐说走，我们去看看舅舅在干嘛。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来，这么倒下来，孙悟空来了，都不知道先打哪一个。哎呦我的妈！倒也不够损的，我们来个下一个。今晚来两个朋友，简单做几个小菜儿，看看啊，麻辣羊腔，看看羊泡，羊腰子怎么样？看看酱香的牛腔，牛泡，看看这是牛腰子，看看马腔，马泡吃没吃过？马腰子，今天晚上没啥吃的，就这种得了。这是军事频道吗？三嫂子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你是指哪儿扎哪儿，还是扎哪儿散哪儿？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小小泰山拿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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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小泰山，我爹给泰山过父亲节去了吧。网友是真的死了，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哎，你好，把电断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小朋友先下车好吧，把车停好先。这个是谁啊？爸爸。哦，这是你爸爸的。刚为什么喊救命啊？我没戴头盔，好危险。哦，没戴头盔好危险是吧？要给他戴头盔的哇。忘了这些什么东西。小朋友都知道没戴头盔好危险的。有的来，有的来，有的来。哎，怎么样呢？把头盔戴上。有的来，有的来，有。没戴头盔好危险的哦，我们要懂交通规则，注意安全啊。好，拜拜。晚上要睡觉时，孩子说：“爸爸，头盔我可以不戴了吗？”妈妈说：“睡觉也给我戴着。”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下面的评论说：“老师，我家子涵怎么看个电影怀孕了？”哎呦我的妈！这评论真的是个人才呀！还有下面网友投稿。下面的大师评论跟我媳妇儿没化妆一样。